到了每月的团训日，大家开心吗？开心。玛丽今天练什么？自重弓步换腿枪。哇塞，很多人觉得自重训练没有强度，今天大家看一下自重训练到底有没有强度。长一点，第一个就是自重弓步换腿跳，然后我们动作标准要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现在这是弓步嘛，对吧？我动作标准要到挨到垫子，然后就立马换，挨到垫子，换到了第三组才有资格去加组数，才就是组数正式开始，前面都不算。好，来。Tonight is the night. We'll fight till it's over. So we put our hands up like the ceiling can hold us. Like the ceiling can hold us. When we go back, this is the moment. Tonight is the night. We'll fight till it's over. So we put our hands up like the ceiling can hold us. Like the ceiling can hold us. Now, can I kick it? Thank you. Yeah, I'm so damn grateful. I grew up really wanna go fronts, but that's what you get when Wu-Tang raised you. Y'all can't stop me. Go hard like I gotta hit it with my heartbeat. And I'm eating at the beat like it gave a little speed to a great white shark on shark. We rock. Time to go up.练完真的是感觉人都起飞了。 OK， 聊聊我们刚刚做的那一套的自重训练，在30分钟之内，然后完成了将近有400多个的弓步蹲换腿跳，然后整个的训练容量是不算热身组，总共是8组乘50个，就是单边25个弓步蹲，所以强度真的很大。然后每组的力竭的时间大概在1分钟左右，其实也符合了我们上个视频我们讲的糖酵解系统，然后去消耗糖来供能来减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自重训练是如何在不增加负荷的前提下增加我们的训练强度。第一个就是增加我们的动作难度，然后我们以俯卧撑为例，动作由低到高，上斜俯卧撑，跪姿俯卧撑，标准俯卧撑，脚抬高俯卧撑，击掌俯卧撑，选择一个能让自己在40秒到1分钟之内力竭的动作去加入到你的训练中去。 Number 2， 增加动作的速度，比如说还是以俯卧撑为例，40秒之内你去做完成20个俯卧撑和40秒之内完成30个俯卧撑，那你每组的消耗和强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提升强度的另一种方式。 Number 3， 减少组间休息，比如说你做40秒力竭休息1分钟和做40秒休息1分半，那我们的训练强度也会提升，这也是增加了我们的训练密度。原定计划200个俯卧撑，你在半小时之内完成还是在10分钟之内完成，它的强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每次训练选择一种增加强度的方式来提升你的训练强度。 OK，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